Yo,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, OK? 啊，今天呢有很非常的特别的拍摄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准备出发去富林洞 ，OK？ 然后要去到那边做什么呢？等下就一一跟你们讲了 ，OK？ 现在呢，我们呢就去这富林洞，去富林洞的嘛。还要问我什么？这个卑鄙的混蛋，别逼我发火！开光啊 ！OK， 好，我们去富林宫那边开光。然后这次开光呢是什么精神呢？比较特别的，发主公，发主公啊，所以没有别的名字啊。张公圣君，张公圣君。然后不懂是怎么样的，是这样的，这样子，看啊，就是这样的 ，OK。等下去到那边呢、啊，再拍仔细一点，再拍美一点。灵宫了，然后这次呢，就是我们的 Peter 西服，他要请太子爷啊去开光啊，然后现在就换裤。我要，不要这么好讲。的师傅请太子爷来，然后突然间变样了，然后齐天大圣来了，够力了。
你突然间来了就飞刀哦。喝酒最喜欢人多。好啊，好，没有很好，没有单身好。没有，想把酒狂歌。这干杯的笑声，在四海中看遍风骚我独领。青春啊！我山水帘洞，翻越美猴王，翻天覆地暗做主，一地龙王，也要让我逍遥四方。OK， 今天的影片呢就差不多了啦。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办完事了，然后也帮了那个香客开，帮那个发主公的精神开了光。然后今天这次呢，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惊喜。刚刚在干嘛喽？啊，现在我们呢就吃很久没有吃的东西啊，在冬瓜盅。帮你开个辣椒给你了。啊，可以。在冬瓜盅了啊，等一下吃到怎么样就拍给你们看啊。现在已经在滚住了。啊，唔系好耐冇睇过冬瓜盅咧。我还没有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的朋友呢，请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然后已经 subscribe 了我咧，就继续 follow 我 ，OK， 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出去，就是这样简单 ，OK， 拜拜，下个影片再见。